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不来。今天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幼儿园里真热闹。上课啦！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上课咧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孩子们，大风来了，是什么？吹嘴巴。听。大风又来了，吹什么？吹脚丫。好了，孩子们，今天我们上美食课，大家一起做一道美食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。让老师看看谁来当组长呢？老师，让俺来当组长，俺领着大家去找好吃的。熊大来当组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没劲，我可不来。孩子们，安排好了就可以去找食材了。老师很期待你们的劳动成果哟。咱们去活动区集合，快走吧。是，走了走了。要注意安全。你们觉得？咱们做些啥美食好呀？俺不知道，俺只会吃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做烧饼吧。那是个啥？就是一种像太阳一样圆圆的饼。哇！而且金黄金黄的，像向日葵的颜色，闻起来香喷喷的。又香又脆，越吃越想吃，好想尝尝。那要咋做呀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以前都是爸爸买给我吃的，好可惜啊。不如，咱们做水果沙拉，水果加蜂蜜。好，蜂蜜好。现在大家就去找最新鲜、最好吃的水果。好。等等，俺咋觉得好像少了谁呀？少了谁呀？是奇迹王子。奇迹王子，跟我们一起去摘水果吧。我可不来，你们去吧。本王子要睡觉了。我才不想干活呢。熊二，接住，快点快点，那我扔了。再来再来。好嘞。别着急，还有呢。俺接。在这里在这里。这么多。又一个。好了，水果都够了，第二个任务，去收集甜甜的蜂蜜。是奇迹王子来了。奇迹奇迹，
你咋比俺还偷懒呢？跟俺们一起去找蜂蜜呗。就是啊，姐姐，跟俺们一起去嘛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我可不来。嗯。熊大呢？俺在这儿呢。你们看，熊大太棒了！不就是找到蜂蜜了吗？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没劲。洗水果呀，洗水果！嗯，跟我们一起去洗水果吧。嗯，我可不来。嗯，身上会弄湿的。嗯，孩子们。大家要讲卫生，把水果洗干净哦。好啊。好累呀、啊。光头强，偷袭成功。好好玩呀，孩子们，孩子们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吉吉，一起来做沙拉吧。嗯，对呀，我们叫上吉吉丸子吧。哦，算了吧，反正叫他他也不会来的。再说，我们都快做好了。是啊。他们怎么不来叫本王子呢？去提醒一下他们。哎。哎。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。本王子只是路过。嗯，我可不来，真没架。哎，没事。本王子来啦。真漂亮。让本王子先尝尝。哎，放我下来。姐姐，你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劳动。哎，我怎么没劳动了？我就是有劳动，就是有，就是没有，没有劳动。反正你就是不能吃，对不对，毛毛？这个，你们欺负我，我要去告老师。孩子们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老师，他们欺负我，不让我吃沙拉。是你没有跟大家一起劳动，偷懒了。就是，你还说我可不来，真没劲儿。吉吉，告诉老师，大家都去找水果的时候，你去了吗？没有。那去找蜂蜜的时候呢？没有。那做沙拉的时候呢？吉吉，只有参与了劳动，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，这样才公平，明白了吗？
我对不起大家，我错了，不该偷懒不干活。老师，是我不对。嗯，那你答应老师下次可不要再偷懒了。嗯，老师，我保证不偷懒了。孩子们，吉吉也认错了，这次就和他一起分享好不好？嗯，好。给吉吉，以后咱们摘水果你也要来帮忙哦。嗯。那我来给大家分沙拉吧。好。给熊二。谢谢姐姐。熊大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萝卜糖。谢谢谢谢姐姐。好甜呀。太好吃了。小朋友们，有付出才会有收获，经过自己劳动得到的果实会更加香甜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我们有电视机了。电视，我要电视。老师，快打开它。老师，快打开它。我家也有电视，我来打开。哇，这是方特梦幻王国，水漫金山，猴王表演好精彩。这么多好玩的，好想去呀。那就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吧。方特成就欢乐梦想。向前。